道你们给我准备了个活动室，没想到还挺好看的，说是假的。哎呦，这怎么有只猪？这只小猪非常的文静哈，我们今天就做叔叔的掌上明珠吧。那我今天在这里有个表，就给你做一个个人档案吧，不是个人档案，个猪档案吧。这只手叫猪小刚，这只手叫猪强。好吧，你选择了猪小刚。小刚，猪小刚，别动，47厘米，站上来吧，猪小刚。哎呦，他害怕。既然你不太愿意呢，我们就想一个更科学的办法。5-6斤吧，三围，腰围，臀围，哇，臀围好大呀！你爱好什么呀？是吃东西吗？我们先试一试胡萝卜。咱们虽然是猪啊，但是也是要控制饮食的啊。走你，小猪听话，小猪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性格就不用怎么测试了，急切，好吧，那我就留给你自己吃吧。爱好，吃，性格急切。好了，最后你还差一张照片，怎么办呢？叔叔给你画，叔叔可是大画家。好了，叔叔已经画好你的头像了。看，这是你的档案，出去之后一看到这个档案就知道是我们猪小刚。小猪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，穿衣服，穿衣服，穿衣服。小猪听话，这个是你的脑袋，哇，漂亮。小猪超乖。喂，我连一只猪都伺候不好。刚才都吃完了，吃的脏脏的，咱们现在洗个澡。哎呦，听话，别怕别怕，这里有个小澡盆，小婴儿澡盆，咱们进去洗个澡。哇，嘿，他还不害怕。来，叔叔给我们小猪洗个澡。哎呦，不是，这意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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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真的是个意外。哎，别去别去，这电影院猪猪哥。哎呦，这是个意外。走，大型捉猪现场，不害怕，咱们擦一擦。喂，好，不怕不怕，来，咱们吹一下啊。感受到我的温度吗？哎，不能吃啊，墙皮不能吃，墙皮不能吃，吐出来，墙皮不能吃，不准再乱跑了。现在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猪肉卷饼。哎，人家是个女孩，我给人家取个名字叫猪小刚，我觉得有点不妥，那换一个，换一个比较合适一点的，就叫猪强。蔷薇的蔷。啊，咱们睡觉，咱们睡觉。哎呦，乖乖乖，哎，咱们睡觉啊。小猪也挺可爱的，以后我也要养一只小猪，然后每天在家里跟我逃来逃去。